首先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小伙，这位小伙曾经是一个兵哥哥，是天不怕地不怕，但是他最怕的就是女生哭。来，掌声有请。全程热烈。哇，大家好，我叫郭佳，来自吉林永吉，今年24岁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：脱下军装，返回故乡，找个姑娘奔向小康。我看上场灭掉的是一号三水的灯。你为啥灭他灯？太能花了。哦，自己挣的。啊，是我家没那条件。我自己挣的，我自己挣自己花呗。可以，你花吧。来选一下意中人。好，看一下他的第一个短片，了解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叫郭佳，今年24岁，来自吉林省永吉县，然后现在在长春工作，在工地开塔吊，一个月6000块钱左右。经过这些年的一点努力，在长春买了一套87平的房子。我之前当过2年兵，在部队里也属于那种文武双全，既是作战成绩突出的优秀士兵。又是部队里的文艺骨干，我最喜欢跳的就是当年最流行的鬼步舞。平时我还喜欢唱歌，没事的时候就自己拿起音箱唱两段。我是一个很粘人的人，没事的时候就喜欢聊着聊着你，哪怕把你聊着生气了，无论你生多大的气，我都有办法把你哄好。但是我最怕女生哭，你要是一哭，那我就真没招了。六号李楠，小伙你好，我叫李楠，今年23岁。看你唱歌那么好听，那你看我，我想让你给我唱一首歌，歌名你随意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都不看我，唱不唱啊？就在启程的时刻，让我为你唱首歌，就当我们从离别过。谢谢谢谢。啥歌没听过呀？启程。啊，你就不把我送走了吗？那那么多歌你非得选择这一首，还有明天我要嫁给你呢，你为啥不唱这个？我不倒插门。小伙子、啊、正好你洞察力这么强，你来判断一下，李楠这么厉害，你说他是干什么职业的？老师啊，老师有这么好看的吗？幼师，怎么就没有好看的？老师有好看的。对呀，来七号，你说，我就是老师，你看我比他好看吧？我比他还好看。慢点，慢点。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十号怎么的？我比他俩都好看，我就是全场最美的。你是干啥的呀，李楠？我是一个牙科护士，然后我有一外号，叫啥？叫李大牙。牙比较大，你在乎吗？姑娘牙大，牙没问题的，不磨我就行。行，哎呀，我觉得你俩还真挺合适哈、啊。来九号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说你喜欢聊气儿，那咱俩比如说咱俩处对象了，你咋聊着我呀？我腼腆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你长得磕碜，他聊不动你。
那背不住了。那你聊聊我来，看着我呀。人说聊着自己女朋友，别人女朋友我也不聊着。你这不假装咋的？聊死一下不行吗？我这角色我装不出来，我得用心，我得走心。对对啊，人小伙说的也对。那个就是不能这个说聊就聊是吗？对呗。对，你这你都真的是两个人四目相对，一下子就有触电的感觉，然后你才能去，是吗？是不是这种感觉啊？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你看看啊。